我觉得围棋它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单纯黑的问题啊，对啊，因为可能根本就已经选错保养品了，因为其实美国这一边为什么容易让你觉得好像感觉很年轻啊，大家都觉得你是妹啊，回来亚洲区你就变得阿姬啊，真的在美国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你的保养品一开始就选错了，真的，其实要选，所以我们去美国就要用美国的，去韩国就要用韩国的，其实要选择适合亚洲人的保养品才是正确的。像我今天就特别带来了一个韩方为本的这样的保养品来给大家来试试看，好的，好不好？谢谢。好，来围棋先来给大家吗？不是，给大家吗？给大家来试试看哦。我要先讲的是他们家的日霜，它叫九本草。他们家的日霜里面，来我先打开来看。哇，它包高级哦，这是什么？一粒粒，一粒粒的，稠哦，很稠，而且它一定要用挖勺来挖，不可以用手。它不可以用手，因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太珍贵了。你手里面可能有细菌，可能有汗水，你直接挖了之后，它营养成分就会坏掉。老师，你直接对我好好哦。哎，好香哦！老师，那擦的时候是直接这样均匀推开就好了。好香哇，好滑哦，对，很滑哎。因为它里面富含鱼子、鱼肝油的成分，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好的滋润效果、润泽效果。重点是在使用这样子的日霜的时候，主要先在掌心做按压搓揉，把里面的鱼子成分激活起来之后，看它就会在掌心中化开来，在全脸涂抹，这样子就可以达到白天的防御效果，而且可以让肌肤更紧实有弹性，也可以加强补充肌肤的水分，非常厉害。因为它里面有九种韩方的，什么是韩？哪一个韩？韩国的韩。像里面就有鹿茸啦、当归啦、冬虫夏草，都是我很爱吃的。示范，老师，你现在这一罐是什么？示范它的晚霜。哦，这是晚上。刚刚你给我擦手是日霜。日霜，然后里面刚才讲了那么多种的韩方成分，韩方成分三种，主要呢是在修复我们的肌肤，改善可能白天受损啊有伤口的问题。嗯，为什么我们白天会有伤口？像现在雾霾那么严重，然后你在肌肤老化流失水分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隐形的伤口，那伤口持续久了之后呢，就会让你的肌肤产生皱纹细纹，哎呦，就是这样子。那还有除了刚刚三种之外呢，还要加强我们的血液循环，对不对？像是鱼腥草啦、山茱萸啦，山茱萸也都是很好的药草成分，还有红参，它这个红参是野生的红参，所以呢，它在活化肌肤啦，强化我们肌肤自己的免疫效果就很好。哎呀，保养过程中头发怎么那么不听话？来人呐，快把头发处理好呗！按摩了不到一分钟，对它脸，马上这一边，肌肤的紧致度就提升了。对不对？两边眼睛没有疲惫感，没有疲惫感，肌肤就亮了。然后刚才讲到六个我们的韩方成分，对不对？其实还有，它还添加了很重要的哦，五加皮，对，都是我们天门冬都是我们药酒的成分，就是能够帮肌肤润燥的效果很好，还有加我们的黄金，类似黄金的这种沉香，哦，就是让肌肤啦润泽啦，难怪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哈，温补的效果非常好。它是很贵吗？蛮贵的。真的，我看得出来，因为老师只给我们用日霜，没给我们。对，我想到我一直在等晚霜，哇塞！但是每天晚上晚霜就老死好了啦。对啊，谢谢。好累哦，哇，味道好特别。对啊，哦，这个也好香，好好闻哦，老师好高级哦。谢谢心梅姐想到我。哦，整晚。那我只能晚上用吗？这个晚霜其实是让晚上用的，为什么要日夜分开呢？为什么？其实每个人其实应该都是在10点钟睡觉的。哦。那这样子的日晚霜呢，可以帮助你的肌肤调整正确的时差，让白天的防御力更好，锁水度更好，晚上的修复度更好。嗯。哦，这个更好闻。对。对，它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酵母味道，对不对？因为它里面没有闻出来。酵母加强我们肌肤角质的代谢效果。养乐多的味道。对。真的耶。以
下就吸收了，对，好舒服。好，所以我们只要洗完脸，然后直接擦这一瓶。它还有一系列的，包括化妆水啦、精华液啦，加上这罐日霜或晚霜就可以了。晚霜厚敷就可以睡觉，晚霜简单。姐姐们有没有吓一跳？短短一下的时间，肌肤变得紧实、水嫩又有弹性。现在不能叫姐姐，要改口叫妹妹喽。去哪里买啊，老师？老师，哎，对，台湾现在没有卖。为什么？讲了个半天了，怎么开箱？是哪里呀？仙界。能够上网买，从仙界没有，从韩国直送过来台湾。所以我们要上他的官网。还是我们自己去韩国买，自己买不到吗？就搜寻九本草应该就可以找到，因为它本来风靡整个香港啦、泰国啦，还有韩国这些地方。那现在呢，在台湾的消费者呢，其实也是他们主要的沟通的市场。好的，